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段荣，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围棋自战对局50局，那么今天讲的是第41局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棋谱。中国流，白棋挂角，黑棋点角。好，我们注意到黑棋边上已经连片的时候，虽然就算是像阿尔法围棋这么酷爱点三三的。这个酷爱点三三的这种选手，他现在也不会点进去。现在点进去的话，黑棋就应该说简单走一走。黑的配合不错啊，这个后势跟拆边配合间隔不错，所以他选择的是挂角。我们看到前边讲的棋当中也有一盘是中国流啊，白棋同样选择的是挂角，那么黑的点角点三三挡，飞搬。这个局部呢，白棋要接着走的话，大致也只有搬这个。如果现在退，那黑棋先手一爬，再把这个大场一占，总感觉白棋这个外势难以发挥。那么所以白棋搬角之后连搬下去是一个比较紧凑的下法。局部白的如果这样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黑棋有断打这个或者断打这个两种选择。如果黑棋断打这个，这也是一个经典的阿尔法定式了。白棋现在是可以争吃的。但是呢，有个问题，就是黑棋在上边的引征可能会比较严厉。在这一带，黑棋有种种引征的手段。白棋实战没有先在这动手，而是脱先了。脱先走成这个形状，脱先也是这50盘棋里面频频出现的。点三三。挡，黑棋挡是为了跟这个子配合。长，接住的话是比较老式的下法，比较古老的下法。黑棋飞到这个头的话，感觉中府白棋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。贴，要抢着往中间出头。往中府发展，一起搬是要点，这必须搬。白的当然要连搬，如果退的话，白棋一路贴过来，这白棋这块迅速膨胀，黑棋连搬。断打一下，像这种地方的白棋可以打掉，因为不存在从这儿打的可能性。有的时候呢，两边打吃都有可能的时候需要保留，但现在呢，白棋打掉好，打掉再退，否则的话被黑棋一步棋补得很干净，棋形也很厚。打了之后，黑棋如果再这样补呢，白棋先手拐吃，
黑的压也是要点。长压到一头再吃呢，避免了白棋先手拐打，压一下是先手便宜。之后同样拐这个依然是要点，拐了之后白棋这块发展空间就比较大，而且限制了黑棋，如果不拐被黑棋压过来的话呢，黑的中伏潜力就大了，所以拐头。那么上一盘棋也有过一个相同的局面，下到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局面啊。那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如果看过这盘棋的话，黑棋那盘棋是选择的打了力，白棋小飞把上边守住非常大，之后黑棋从这一带走过来。那么这盘棋如果是我们人在下的话呢，那盘棋打了力，但是呢黑棋输掉了。这盘棋黑棋选择了上边清分。如果按人的理解呢，就是黑棋总结了这个经验，觉得上边大，所以走了这个。但是不知道阿尔法是怎么运作的啊，他可能以他的这个胜率的计算法，觉得打了力跟走这个胜率是差不多的，这个试试那个试试，走哪都行，走这个。白棋这时候呢，大致有就是走外边和走脚上两种选择。走脚上应该也是可以的，走脚的话黑棋大致会挖，那么不知道是飞还是贴，这个地方也许贴一个然后拆散，大概走成这样。黑棋在上边也是轻松活出一块，把白棋上边的潜力消了，价值显然是很大的。白的实战呢，选择了外边飞，那么黑棋就先手一爬，之后进角尖顶。这棋形是这样，黑的如果飞的话，白的冲一下，再先手拐，这样的白棋形状没毛病啊，棋形没毛病。那么黑棋顶在这儿，白的不能搬，搬被黑棋断了。白的如果立的话，黑棋再进去，这样给白棋留下一个搬出来的手段呢，白棋多多少少会这地方有一点担心。那么黑棋顶，白棋立，这是说下一手稍微有点出人意料，黑棋不是挡在脚上，而是往外搬。往外搬，白棋的第一杆呢应该是断了，那么黑棋势必再挡。黑的觉得这搬一下是有对黑棋来说有好处的，搬一下如果白棋补呢，当然黑棋就抢了个先手，这个又被黑棋走到。但是我没太明白，这个白的如果照样脱先，这搬一下现在暂时也看不出他有什么严厉的后续手段啊，就他就觉得不知道是不担心以后搬白棋就不断了，没太理解他的意图。而搬的时候白棋也不断，直接脱线了。这地方的必然性在什么地方啊，不是特别理解。黑棋接，白棋跳，这地方搬了之后黑棋脱先，
如果白棋走的话，一种下法是连扳下去，那么连扳的话黑棋就吃掉一颗子，弃三子。之后飞攻过来，上边这一飞攻也非常大，这白的这两子就很被动了。而白棋跳了的话呢，黑棋整块还没活呢，所以白棋还是选择上边跳。靠压一下，退。好，我们注意这个地方，在多数时候，至少从这50盘棋看来，多数时候阿尔法围棋这种地方都是要扳住的。但现在如果你扳，白棋扳下来，吃这个，白棋现在应该会打这个啊。如果打这个的话，黑棋会选择这个，把这个子吃掉。白棋应该现在会选择打吃这个，因为好像从来没有看到阿尔法有单粘的选择，打吃这个，提，这也是一个阿尔法是经典定型，吃掉。走成这样的话，白棋这边配合相当好，黑的上边还没活干净，不可能再进去了。那么这块空围的很大，效率很高。所以呢，现在在白棋扳这个的时候，黑棋是没有挡，白棋不扳呢也不好下。如果你这么走的话呢，这就很一般了，这地方漏风控没什么意思，黑棋脱先拆一拆，所以白棋是必扳的。而黑棋呢选择了走到上边去，白棋先手扳一下很舒服，好，黑棋走到上面去，削减了白棋这边的潜力。那白棋这儿有一个后势，拆过来是理所当然，拆过来。好，照我们普通的下法的话，黑棋拆二之类的啊，拆二之类手脚啊或者震啊，考虑这一类的下法。那么实战呢？黑棋靠上来，招法相当紧凑。白的如果扳这个，那么黑棋扳，本手大致就是接上，黑棋也接上，这样黑棋最大限度的扩张了，同时也把白棋给限制住了。如果下成这样，感觉上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。那么如果白棋扳这个的话呢，黑棋应该会扳下来吧，应该会扳下来。这断打的话，白的恐怕也这边黑棋是可以争掉的，白棋这么下恐怕也占不到什么便宜，粘上是本手，那黑棋也接住，那么就把白棋这边的潜力给彻底破掉，甚至还有点带着白棋这三子。白的这几个子也不是说很强啊，黑的还瞄着他，好，靠一个，招法紧凑。白棋退呢，当然黑棋就跳一跳，黑棋扩张过来了，同时把白棋给压低了。而白棋选择的是长，没有。黑棋靠的时候，白棋也并没有长。如果长的话，黑棋不知道是会跳还是会就这么长过来。
或者有没有压这个的可能性？比如说压白棋搬的话，黑棋这样搬下来，这个就只有阿尔法他自己知道，他也并没有尝这个。这四个通常的下法他都没有选择，而是反靠过来。哦，黑的一靠，白棋一反靠，这种招式好像是阿尔法比较擅长的。如果黑棋搬这个，那白棋搬进角将会活得非常舒服。也许他交换一下之后怎么走呢？我们猜测一个图吧。啊，比方说他再搬这个，那黑棋再搬下来的话，我先抢先手吧。打吃一个，虽然损一点，被你争了，但是呢，我能搬到脚上，舒舒服服的活一块的话呢，也是，如果能搬着你只粘，哎呀，我轻松活一块，那也是相当愉快的事情。靠一个反问黑棋应手，看你走哪里。搬这个我们刚才说了，留下搬脚，活得很舒服。走这个的话呢，大致上白棋也许会搬，扭断纠缠的可能性不知道存不存在，也许会搬。那么如果下成这样，白棋这多几个子再跟黑棋作战，这个应该就比较有利。搬下来的时候白棋会断打，可能就这几个子，应该能帮上忙，大致是这么个意思。好，那么黑棋实战冷静一退，冷静一退，白棋现在在长，黑的搬，白的也一搬，挺有趣啊，这双方这个应对挺有趣，是不是就必然能下成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就最好呢？我们还得细细研究。跳这个显然是好点，跳这个中心点两块都扩张起来了。白棋力也很大，你既然要围这块空，那么我趁机力一下。趁机立一下，你挡了我就先手便宜了，不挡呢将来我跳进来你这里没空，不立的话呢黑的这里有冲断，白棋吃这个被吃脚肯定不肯，粘在里面的话呢这一带黑的多多少少白棋有一些薄味，味道比较薄，将来黑棋在这儿走起来的时候多一些借用，立了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，你冲断白棋吃了，好，黑的断，白棋这地方如果要强行吃呢，黑棋将来或者现在它反正有一立，你吃的话它断出去了，有这个手段。白的压，继续扩张，黑的飞，这里有个黑子，刚才跳白棋立的，现在飞这个，黑的也往前扩张。好，那么现在是就这样自己围一点，让黑棋围，还是往里再深入一点啊？这个也是不好判断的事情啊。如果我们人来下棋的话，是这么走还是往里掉？这也很难判断。实战，白棋往里掉。那么黑棋当然不肯这么缩回去围啊，缩回去围的话，白棋先手便宜了，再飞回来。而黑棋是搬，这下的也很紧凑。这地方看着黑棋薄，
但是呢，你也没什么手段。首先这么打吃肯定不行，被黑棋这一包吃掉的都是残子，这个子就割进去了。冲吃呢好一点，但是冲吃，黑棋就硬挡，你提黑棋就打住，你又不能断，这个劫黑棋等会儿又提回来了，吃这个子意义也不大，所以这一扳很紧凑。那么白棋冷静一退，黑子再接回来，白棋还是要拐，这被压，这被黑棋压太难受了，那么就等于黑棋如果这么走的话，被白棋一步贴过来，还是先手，黑子已经压了一头，让白棋缩回去一点，然后白棋拐呢还是后手，所以这就是扳的效果。黑的跳围攻这个子，白棋轻飘飘的飞出，这不能跳啊，跳被一刺再一飞就进去了，或者照这个，这就进去了，飞飞的话黑棋罩不住白棋，那么黑棋小箭，小尖的意思是瞄着这个冲断，这很显然要把这块空完整的围住。好，要把这块空完整的围住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白棋的手段，这地方精彩的招法来了。白的最笨的下法呢，就是补个断点。那这个显然是太平淡了，好一点的高明一点的想法呢，靠在这儿，我补断的同时要反挖你，这就好多了。但是白棋的招法要更厉害，刺一下问问你应手，如果你粘就刺到一下，刺一下它有一个重要的作用，就是引针啊。本来走这个的话黑棋是针死，刺一下呢你针不死了，针它这个子引到针了，当然针不死的话呢，针不死对于黑棋来说，总还是有点麻烦啊，这地方处理起来有点麻烦。如果你加的话，加也是加不死的，从这个局部来说，冲一下打再打，滚包了的话，白棋这个子又引到针了，你也加不死。所以刺这个是引针，黑棋不能随便粘上，黑棋硬的呢也很强，压住把白棋扣进去了，把白棋扣进去，这时候白棋跑，黑棋再加，这子放在这儿跟放在这里差别很大，放在这儿的话直接就被白棋跑掉，而现在加呢，白棋这个贴在这儿，白棋如果要想逃的话，恐怕怎么说呢，恐怕压力会大一些，感觉上这个放在这儿总好一些。白棋实战跑了一下，并没有这么硬，并没有硬往前，没有硬往前冲，并没有选择硬来的这个下法，而是它很灵活，就在这边轻飘飘掉一下，这边有逃的味道，这有冲，这一冲过来黑棋要想全杀白棋，比如说你如果硬在外边冲过来想全杀白棋，
恐怕黑棋也不太可能啊，这边还残留味道，没有这样的勇气，这一冲很厉害，所以呢黑棋粘上，然后外边一点，哎，下得很潇洒，外边一点，这实际上跑到一下已经便宜了，因为黑棋如果能争掉的情况下，白棋走这个显然是后手，而跑到一下我外边飞点是先手，能点到一下对这边这两个子已经有很大的好处，之后呢靠这个，这黑棋当然要挡住，再靠这个，先靠一下的意图那很明显，这本来呢你一步棋就挡住了，一步棋你就挡住了，进不来了，这靠了一下，你要再挡我这一顶，你吃的话我从这儿把你断开了，你要接我一接，哎，又进去了，哎，挡不住，你要围控只能围在这种地方，那一下就少了好几目，围在这儿也不行，围在这儿白棋冲完之后还有断，所以这黑的不好围了，这控已经围不住了，这一靠相当机敏，当黑棋挡住之后白棋再这一靠，这一系列的招法白棋下的是相当的，可以说相当精彩，引针逃一下，先手便宜，两边先手便宜，然后在这一靠让你围不住，之后再紧凑的把断点补上，非常漂亮。下一步要挖这个，那黑棋搬，如果你简单挡，黑的打吃。假设白棋粘上，那么将来吃这个子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黑棋就不要了，简单退一退。我们来看白棋下一手，这精彩表演还没完呢，扭断。阿尔法围棋确实在局部战斗当中，它的一些围棋的金和形啊，手金和棋形掌握的是相当到位啊，在这个之前白棋先打了一下，金和形掌握的相当到位，它不是这种平庸的挡，扭断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当你如果要往外冲的话，我再挡回来把你这个子打中，把黑棋给打中，等会儿在这一打的时候黑的不堪忍受啊，这里还有断，这黑的受不了，你如果先挡了以后再打，黑棋轻松一退，这个子就不要了，所以扭断的时候黑棋不能轻易往外冲，不能随便往外冲，黑棋回吃，那么白棋包打，黑棋这个时候又不肯选择冲这个，冲这个被白棋一提，这个外边损失太大，白的整个全都厚了，而且目数也增长很多，所以黑棋提，然后白棋再退回来，好，弃掉这颗子，把黑又包进去，这样的效果比单挡明显，白棋棋子走在外边，又比单挡效果要好。退回来之后，我们刚才说了，黑棋这控是围不住，你不能这么围，这被一顶，这儿漏了，这块要死，围不住。等于白棋连上了这一点，一点一靠近，先手就把黑棋这块空给破了，这手法确实相当漂亮。好，那么走到这儿呢，可以说由于白棋在这一带从这一次开始的一连串的精彩表演，
感觉上白棋应该是形势不错啊。好，那么确实这盘棋，白棋在右边这一系列的下法，很漂亮啊。它不只是自己联络补毛病，它哪怕黑棋有一点点可以借用的地方啊，白棋都把它用到十分。到最后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效果，把自己也走后了，把黑棋的空也破了不少。这一系列的招法确实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好，我们接着继续来看这盘棋。黑的这边就围不住了啊，哪怕你想，你也没法退缩。这被一冲，双打吃，退这个被一退，这有断点。所以没法围。打一下，打一下是为了防止白棋吃这个的可能性啊。先手打一下，打吃。跳，这一跳很大。这跳黑棋就彻底活干净了。如果不走的话，被白棋跳在这儿，被白棋跳在这儿的话，黑棋这块是孤棋，所以跳这个，把它拐进来，拐进来彻底把自己连上，同时瞄着这里有断。给它挡住，挡住这个也相当大啊！如果被白棋跳进来，这块就没剩下什么空。长一个，先手破眼，然后再把黑的断掉。啊，白的转眼之间就转手为攻。转手为攻，反而白棋现在很主动。白的刚才掉进去，被黑棋跳到这儿的时候呢，总觉得哎，白棋相对来说是这个是属于是被攻击的一方啊。现在白的把黑棋切断，不但把黑棋的空顺利破掉，还把黑棋给断了，黑的没活。挖吃。挖吃也是必然，这棋走也不能走别的吧？如果顶这个白的挡，这样做活的话，好像未免也太这样能做活，但是未免也太屈辱了一点啊！这被白棋搜刮的够呛。所以是这个恐怕就安乐死了奋力一打，白棋掐断，现在如果开劫的话，黑棋可能觉得没有足够的或者说恰当的劫材，白棋在脚上冲断等等，肯定是有劫材的。而黑棋呢，黑棋只有这个冲可能是劫材，白棋即使跟着应，当你走到打吃的时候，白棋就有提了把中间全部杀掉的可能性，劫材有点不足，所以留着这个劫先往中间逃。白的如果在这补呢，黑棋再往中间逃，白棋提，再逃，拼命逃窜，单关逃窜啊，点一下，这被一贴也受不了，长，
白棋步步为营的进攻提回来，这地方当然不可能提的白棋接住啊，这样单关接是绝对不肯的。找劫，提回去，继续往中间逃，进攻。这个，挤压黑棋的眼位，可以这么说。断的时候呢，黑棋没有马上打吃，而是先尖顶。那白棋如果在角上走呢，如果吃这个，当然黑棋这一打将来一爬就活了。白棋最强的肯定是这个，那么这黑棋还留下劫啊，先一虎把这块活了再说。白的呢看到黑棋一虎，黑棋中府就处理好了。这是他还不肯长，不能轻易的让黑棋这块就活掉。那么黑棋吃回，白棋刺，这一刺是进攻的要点，攻击的要点。如果这个点被黑棋一占，黑的飞过来的话，这明显眼位增长，同时还瞄着要断白棋。而白的这一次看黑的怎么走，黑棋如果这样连，将来这儿有一次，这整个眼就被全都被破，没有眼。这样也不像样，白棋横着顶，白棋已经走后了，黑棋依然眼位不足。黑棋被刺得难受啊，普通的下法只有退，但是呢相当痛苦。你如果顶的话，我一退，这还瞄着几段，还得再单关补，非常难过。被刺的难受了之后，竟然顶到这儿来了。顶到这儿呢，局部明显是被一刺就断掉了，局部明显有漏洞。但是等于黑棋顶这个也有它的意图，白棋刺。黑棋挤，黑棋等于用这个顶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苦肉计，顶一个反造劫财。现在黑棋开劫，然后黑的在中间造出个劫财来，然后提回。但是这劫虽然能打回来，不过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。白棋现在铺这个，也就是说这地方是这样，黑棋如果不先挤，黑的如果不先挤直接开劫，再用挤做劫财呢，它是不够的。这个被白棋提掉之后，黑的我们可以看到把这个断了之后，黑的还是没活，只有一个眼，还是只有一个眼没活。那这个劫财不足以抵回这儿的损失了。而黑棋挤一个把白棋挤中搬，这个是劫财，白棋不可能被黑棋逼死三个子，搬一个是劫财了。但是当黑棋提回来的时候呢，白棋这一扑，黑的如果跟着硬的话，如果你跟着一硬，被白棋一提，下一步黑棋是找不到任何的劫财，中间没有劫财了。冲这个呢，绝对不是，被白的一提，你吃这个角，中府全部死光，这显然不行，全盘找不到一个劫财。所以当白棋扑在这儿的时候，黑棋只有消劫。确实黑棋这个劫打赢自己活了，同时目数呢也获得十几目，这地方还留着这个挖，黑棋收获也很多。但是这个
这个被提掉也是不得了的事情。目数上来说已经相当恐怖，一眼看上去20目至少有。那黑棋这块还不好交代啊，现在黑棋总得先活了这块再说，如果这块死了的话呢，就一切都结束了。给他顶，白的刺，这当然只能爬过啊，不能粘再被拐下去。加黑棋如果长呢，白棋往下一立，下面没有眼，吃这两个子只有一个眼，这是不行的。虎的话呢，虎的话白棋应该会先打一下再退，下边也只有一个眼，退完之后扳住，然后黑的也是相当危险的样子，虽然有双轿吃，但是找不到第二只眼。那么黑棋实战是搬这个，搬这个应该是最顽强的，最顽强的抵抗。白的不能断，断的话黑棋接，你不管挡也好退也好，这个一打，黑棋往这儿打，白棋粘不上。白的往下立，往下立，黑棋吃两子没有用，吃两子白棋就长，提白棋再长，黑的只有一个眼，所以呢粘上。双局部呢，如果只看这一块的话，黑棋肯定是没有活路的，但是呢黑棋这扳，白棋不能不要这一块，这块如果被吃了，那吃掉黑棋那块也就是说等于转换，等于白棋没吃到，所以白棋要横冲把这块连回来。那么这样的话黑棋中伏就产生一些借用，比方说冲过来你得断吃，我断吃你得提掉，一是可以吃四个子，二呢中间黑棋等于多了好多先手，这样黑棋才有活棋的希望。然后飞是一个手筋，白的只能拖过，再长挤住，这应该是必然的。那么黑棋接上，黑棋利用中间有种种先手来做文章，这时候白棋下的呢很简明，吃这个。白的没有继续去强杀黑棋了，继续去强杀黑棋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。这个黑棋冲完粘先手断打先手，这里连扳下去之类的，确实也有一些看不清楚的因素。白的下得很简明，打吃，把自己彻底下后。那么黑棋虎顶，虎顶是先手，白棋弯回来，再虎这个。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挖吃先手，在这一顶，白棋就被顶死了。白的呢，厚实的这一吃。非常厚实的这样一吃，如果你要追求这个接，那么
黑棋啊，挤这个是先手，这照样要顶你啊。似乎是这样啊。吃这个，总之白棋下的很简明啊，有一些这个可能相对复杂的变化呢，他就避免了。黑棋弯，这要扑了打，先做一只眼。白棋打吃，黑棋再做一只眼，活了。好，黑棋做活了。黑棋做活之后呢，白棋打这个，把这个子连回来。好，那么黑棋等于是打赢了这个劫，处理好了这块大龙，同时还在这里目数上小有收获。但是白棋呢，把这个吃掉，本身目数已经收获20来目，同时把中间下的非常之厚。总的来说还是，怎么说呢？总的来说还是白棋控制着这个局面吧，把这个连回很大，黑棋粘上。白的贴一个，粘上之后这要靠断，这一靠就把白棋给靠断，所以白棋补上。提，现在中府连回和这个提两个显然是最大的，一人一个，黑棋选择了提，那么白棋就飞，把中府吃住。虎进来破白棋的空，那么白的这一拐价值也相当大啊。黑的是否可以考虑先爬一下？难道是担心白棋搬这个吗？也有可能。总之黑的不可能什么都走到，白棋一拐，这块儿巨控算是围城了。挤，打吃，做个劫。这里呢没有生死问题啊，白棋即使劫打输了，你打我还是可以通的，就是一点目数的问题。当然黑棋也是可以说无忧劫了，随便打打，占点便宜。冲，跳在这儿，跳在这儿避免了白棋一路搬占先手。粘，吃在这儿呢，黑棋打吃完加先手，脚上的目数白棋就被抠掉啊，所以粘在这里。提，提是先手，急打。白的是怎么厚怎么来啊，点在这儿，这个子也不要，如果要的话黑棋虎是先手，这样呢再尖过来，这块被可能被断开，白棋连上，让黑棋断，二路飞，这要爬过，这是先手，黑棋冲，
长提团柱牢牢的连接，下的跟铁一样厚啊，冲，挡住，冲挡了之后，下一步要抠吃断开白棋，白棋接上，确保被你断开，我可以做活，打拔，本身价值有八目。并且呢是先手，这一抠吃白棋被断了不行，先没拔，先把这个粘上，白棋提，对的，现在再提，白的牢牢的接上，他也不去提跟黑棋纠缠，找个劫材提回来，这地方是这样，黑的呢希望能把白棋提的单关粘回去啊，而白棋呢希望提的让黑棋提这个，因为白的再提过来黑棋中间又卷进去了，希望提的黑棋提这个之后呢，白棋虽然这里还是有几段，但白棋能补在这儿呢，目数上来说这步棋比这步棋的价值呢大多了，所以这个结针还是有必要的。白棋单虎，黑棋没有足够的劫材来开这个，开这个被一提再提过来，黑的找不到足够的劫材，而白棋呢这里接扳啊挤等等，这都是劫材，包括这挖，所以直接虎到这儿，白的这时候白的退让，如果不是白棋明显优势的局面的话呢，白棋完全可以，应该是完全可以接着跟黑棋打下去，飞点一下，搬扑，这个扑不能放过，挡住黑棋一接，里面就都不需要补了，而扑掉的话呢，黑棋将来还要补一个，而白棋的目数是一样的，黑棋进不去，进去就接不归，黑的呢这时候是粘上，这一扑是可以扑死白棋三子的，扑可以扑死白棋三子，黑棋选择了粘上，粘上呢这里有一二三四四目棋，这样下是先手，扑死白棋三子的话是后手，
黑棋不停地往里跑，实际上是没什么意义啊，反正都是接不归。然后一路加，一路加呢看起来妙一些啊，实际上打吃白棋如果粘的话，再加进去或者再往里爬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唯一的变化就是打吃的时候白棋如果走这个，那可能有点不同。但是白的走这个应该也有走这个的可能性，加加在这里，白的往里跳，这确实很大，白棋一挡的话就全都是木了。加在这儿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爬过之后一路收进去，白的这些一路二路的木全都被收掉了。不过白的往里一跳价值也不小，扳接粘上。这里白棋如果吃呢，黑子这一叫吃，白的提黑棋提还有先手味道，再提过来也挺大啊。如果被黑棋先手提掉呢，当然白棋不舒服。而黑棋单打呢，白棋有立这个的可能性，黑的再提就是后手。所以加一个是避免了打吃的时候白棋立这个，那么白棋选择粘，提，这一系列的先手便宜啊，跑，又开始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情了，跑几下过过瘾。人类棋手也会这么下，那么是在读秒的时候，我多跑一个，反正延长一点时间，点点木啊，看看后面的变化。但是阿尔法围棋这样下是为什么，我们就不知道，也许增加一点对手犯错的这个概率。并在这儿，并在这儿呢本身稍亏，这步棋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稍亏，因为被白棋提到这里，本来这地方呢等于是白的提先手，黑棋提回去这样的交换，现在你不提回去并在这儿，显然是亏了。然后冲这个，当然我们也大家也都知道，阿尔法围棋在这个胜负确定，就是说胜负确定或者胜负悬殊的时候，他的官子的话呢不只是不精确了，而是有的时候是很幽默。但是在这个在胜负还未定的时候，它是相当精准的啊。这步棋啊，这个只有一目不到，在这个时候走出了一个一目不到，我们就不需要再接着往下看了啊。最终这盘棋呢，最终这盘棋是白棋取得了胜利。白棋在右边破黑棋的空的过程当中，一系列精彩的下法确实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好，这盘对局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